是一种西兄弟，对今仔日起，你大家拢叫我西兄，叫我大西兄就好。你若叫我大西兄，安怎呢？你较袂压力。啊，那有一个习惯，咱是哦，压力真大，我知影。好，我会记你。这个讲你大声听，这个时阵，我才明白。自从大声听了后，供应就是越发越多。已经过了将近四十多年，这四十多年进行了后，我旁边。我大做这个大条件的所在，大家拢未安静，想未到都未安静，连乱未安静。为一寡农夫最惨，为着产最起，也为着最生意，烧炮乱丢，逐天拖你行乱。迄个时阵政府是不爱管你管，啊那管管最委婉管你，就为了用公权。有迄阵把国公会通，公会通是安怎？也骨头，啊！这骨头要安怎用？是会用啥办法？像古人，他们来用骨头，来嘛？这个大事拢是大事，大事安怎用？对这个国不好做，弄大事。我只感觉这个时阵，尖端的时期，我是讲，就是大家的，大家拢对伊笑伊，我就开这个大龙凤斋，这个就是武馆，武馆，那基本来就跑上街，那这个大龙凤斋，那不是他们的就跑上街。从古代以来，开始的武馆就是为了本身就能家己建立一套部分。第二部分呢，就是要来防范家己的这个身躯。第三部分呢，就是要来保护着咱所有的这个生命，的这个健康。这么重要的这个台词。就在一天给咱就是来保着这个部分的这个环境，这个人民，这个性命啊，就是啊。大叔爷，大叔爷，你讲的话，我一定谨记在心。各位众兄弟啊，各位观众朋友啊，咱一定要把这个金狮团作为同心协力的代表，所以咱来。同心协力，哎呦，汤包不是有彩排过啊，干了你了啦，所以来来嘛，同心协力，是，所以呢，大孙兄，咱是不是要同心协力？同心协力，但是我还好心，肯定都很喜欢帮我们的。你要爱做乖乖，你做不心爱代志，你唔知会使过火你老爹，你要干你。万岁！伊遐，阮家己。